Hello，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进化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回来方舟啦，那、也很高兴的一件事情，跟大家宣布一下哈，那就是呢，咱们的这个呢，洪荒神话模组呢，已经回归了哈。之前不是在留那个什么，在粉丝团上面有跟各位讲说啊，我们的方舟，我们的这个神话模组被砍了，作者说他不想做了。啊，他说他玩方舟玩腻了，所以说要把这个游戏给砍掉，方舟也不那个模组也不做了。啊，他说要转手浪人了。啊，那如今呢，真的找到了另外一个作者了。总而言之呢，这个呢模组就已经是换人做了，但是换人做呢，他的风格依旧应该是不会改变太多，还是沿用原本的一些模组。目前为止是这样啦，之后会不会变我就不知道啦。啊，就是换作者啊，啊，但是东西还是一样啊，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啊，啊，这是一件算是蛮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吧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之后就留着之后再介绍吧。今天呢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目标啊，就在刚刚呢，普罗米修斯又更新了，他说呢，他们已经修正了哈尔 B 二吧，应该是哈尔 B 二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名字，哈尔 B 二，没错。他说：“哈尔比尔已经修正 BUG 了啊，可以利用这个穷奇来进行攻击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这次终于可以挑战我们的哈尔比尔，到底可不可以打赢呢？啊，可是呢，他这个地方有一个终结点啊，上面那只火鸟不要理他，那个是神话模组的东西啊，火鸟 baby 啊，这边有一个终结点的，他说只能利用穷奇击败，还是说？”他可以使用我们之前在那边放的部队去攻击呢，我们来试试看好了。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回来用穷奇去打啦。好，看一出来羊就在那边，我们用这些来打看看好了。可是穷奇的战力其实也不高欸，我真的还蛮担心打不赢。说没关系，我们现在试试看好了。他现在依然自得在那边啊嚣张，没关系，我们来试试看。来，伙伴们，啊，伙伴们，都来吧！来，全部给我到那边！啊，因为你们家才有够吵的。好，攻击他，打得赢吗？上，会不会扣血？他冲过去，定在那里不动，不行，还是不行，对他没有办法造成任何伤害。难道说真的只有穷奇可以伤害？好吧，来，停止！你们只能乖乖在那旁边看了，抱歉。哎、欸，啊，不是都说不要攻击的，来，都给我过来，听话听话。哦，看不清楚了，天哪、啊！全部都走那边，哎、欸。好，至少清空了。我们回去叫穷奇吧。这家伙，这家伙要叫一叫，哎，走开啦！这家伙要不要叫？算了，不理他了。我们用我们的穷奇打看看好了。可是我们穷奇基本上，没什么战力呢。因为这只是另外一次造出来的穷奇，没什么在点能力啊。谁啊？什么都在摇什么？你是谁啊？这是哪个王八蛋咬我们家的恐龙？哎、欸，干什么东西？自不量力啊！你那边哦，被嘎吹细啊！啊，好啦，爸，那个才刚刚有讲过嘛，我们这个战力的问题哈、哦，只有一只的话，应该是不太能打得赢吧？哎、欸，我们现在有点数，可以先点一下。啊，怎么那个老虎？哦，不要理他。算了，我们先把点数点一点啊，点好点满打看看啊。因为他说只能透过这一只生物去做伤害，那我们也只能这么做了，好不好？如果打不赢，我也没办法啦。啊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点一下点数吧。好啦 ，OK。啊，我们刚刚稍微点了一下我们的点这个技能点啊，啊，不是技能点，属性配点。啊，我们已经成功了，把我们的穷奇呢血量点到10000000了，攻击点25000。哦、不想点太高的原因是因为它有这个能力的上限哦。这个能力上限，要是你点过头的话呢，当你重开游戏，啊，它就会直接给你回溯。
啊，就等于说你浪费之前的点数了啊。如果听不懂的话呢，啊，那就算了，因为呢，这个是方舟的一些限制啊，只有玩方舟的人呢才知道这个东西啊，啊，不知道的话就我也没办法了。所以说呢，我不会点很高，原因就是在于说会有限制，就是这样这么的简单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，我们的穷奇呢伤害已经最高了啊，目前为止25000伤害呢打出的是120万，来我们试试看，不管了。咬得到吗？不行啊，骗人！啊，不是说已经修正了造成伤害的问题了吗？啊，怎么没有？大大，官方在骗人吗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我生无可恋了，根本咬不到啊！发生什么事啊？啊，奇怪，又射得到，啊，这又射得到，他跑很快耶，射得到但咬不到，看来是没有做修正啊。好吧，那就算了，没办法做，没有做修正的话，我们只好看点别的啦。还是说我们试试看用指令召唤出来的打看看，好不好？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是旧的，旧的没办法做伤害？那我们试试看新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试试看新的好了。等我一下，啊，只好这样子搬指令出来看一下了，看是不是真的有做了修正啊？如果还是不行，就算了，我们只好看点别的啦。找一下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找到了，来，我们直接用指令丢一只出来。好，又一只养了。嘿，羊妹妹你好，攻击，咬得到吗？嘿，马西被塞，嘿，被救可了。啊，你讲穷奇会当爬，啊，今嘛未塞，呵，不要紧，我放弃了，我要回去了，看来只能回去了。哭哭馒头，被骗了啦！一个放生的概念，好吧，算了。既然呢，我们那只哈尔比尔没有办法做伤害，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们的神话模组。好，我们先把我们的穷奇呢，啊，放下这边，因为他太靠近了，有一点碍眼啊。好，太碍眼了，我们只好把它放边边了。来。啊，我的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可以马上做啊！马上做什么？马上做这个该死的东西。我们看一下，做一个是一次给几个哈、啊？这个做啊做这个、这个很多这种材料需要非常庞大的资那个什么物资啊！你看，光是上面这一整串下来啊，弄到你都快哭了。然后做了它一次给15个，重点是它还会坏掉，它还有保持度。哦，这看来不做冰箱不行啦。你有看过这种纸会很容易烂掉吗？30张，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30张可以做什么。哦，30张啊，可以试着召唤一只啊钢铁风神翼龙，神话的钢铁风神翼龙啊，还有这个，哎，这不行啊，说真的，这个神话的这个 BALL， 这个很像 ball 的这个球。我不知道哪里获得的、啊，这个我不知道，很遗憾的我不知道。啊，所以说这些有一些材料非常的多啊，都是很多都需要这些神话珠子啊。好吧，你知道神话珠子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取得，他这边都没写，都没讲要怎么拿，都没有说。好吧，看来我们只能先制造一下我们那个钢铁风神翼龙，做一只来看看好了。啊。也只能先看一下其他的珠子，到时候再考虑，啊，看用什么方式获得吧。来，试试看吧。来吧，我叫，哦，出现了金色的，
果然是纯金的，哎，纯金的还不错看啊，哦，不要飞，不要飞，哦，它可以直接骑乘呢，哇，钢铁的风神翼龙，哦，它右键是抓取，左键一样是攻击，没错吧？哇，它就只有这样子吗？啊，点，哎，负重好高哦，哇，他这家伙根本就是什么来着的，你知道吗？超级大仓库啊，超级大仓库啊，这只是拿来仓库用的吧？可是很可惜，飞行速度超慢的，哎，好慢的飞行速度哦，绝对不是我负重的问题啊。不过他可以靠后天的点那个移动速度来补足啊，还行还行。啊，不过呢，就没什么特点，就顶多是啊，黄金版的钢铁风神翼龙，好吧，黄金版钢铁风神翼龙，你好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什么 啊？这不用看了，那里面全部都是图纸，都是壁纸，没有用，没有用的壁纸。建筑物，哦，它这边还有后面还有这个呢。可以做这个泰克防护罩哦，神话嘟嘟之神，这确定是可以造吗？每个都只要一个而已耶，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好了。我们有材料，它是不会攻击我们的吧？来，我们站旁边一点，在这里。哎，它是建筑物。Oh my god！ 完了，我完全看不清楚了。我靠，这么大哦！这货是建筑物啊？好吧，那我只好把它盖这里了。哈哈，我们的金刚终于有栖息之地了吗？好看一下。哇哟，哇哟，这么酷哦！献祭是不是？可以干嘛？里面有什么？一颗这个可以召唤出来，但是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啊。这上面是写什么东西？看没有哎、欸，还是说这边还在弄一个？我试试看。我们再去制造一颗出来看看好了。是哪一个？是这个吧？再做一个。名字是一样的嘛？还是名字不一样哦？这全部都是祭坛呢、欸，对啊，上面名字不一样，上面写神话尬的啊。那我们看一下别的好了，我们看一下这白虎，这些全部应该都是建筑物来着的啦，都是建筑物啦。对，这都是建筑物，这是祭坛而已，召唤用的，但是我们没有那些相应的材料。是不是我没有那个材料？它的材料名称跟我们所制造出来的名称不一样。哎，果然也是。哎，这个是怎样？嘟嘟鸟的献祭。哎呦，超级献祭呢！这边有一个啊，我们盖一下看一下这个东西。召唤白虎的。啊，也是一样。拜托，那个到底要怎么拿？也没人告诉我们怎么获得啊。有这些东西也没用啊，是吧？重点是那个神话猪猪到底怎么拿、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他怎么都没讲。所以说这些都只是制造物品而已，像这个那是储藏用的、啊，大保险柜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放里面，避免它坏掉，有没有？做一个，看一下可以放哪里。保险柜在哪边？保险柜君啊，你以为是邪灵入侵是吧？呜呼！把你的东西储藏在这里啊，可以全丢了没关系。然后剩下都是 skin 了啊，武器。可恶！
结果我们没有那个蓝色的珠子，我们没有办法建造任何道具，好吧？我们看来也知道之后想办法建造那个珠子了。哎，对了，之前有人跟我讲说把这个东西造出来很好玩，是真的假的？两个木头而已嘛，来，我们把两个木头丢进去。他说这个道具带在身上不错，他说很好笑，真的假的？啊，告诉他有防护，他还有护甲值1000，我来看一下护甲值1000。哎、欸，啊，我做东西怎么不见了？在这里，装哪里？装头盔，靠背好啊。还行还行，好，我觉得还行，好不好？我感受到了他的幽默了，好，超级幽默。啊！一见你就笑啊！我一点都不想笑，笑不出来。因为我们的哈尔滨二居然打不赢，然后呢，我们也不知道那个蓝色猪猪到底怎么弄出来啊。然后这个模组目前呢才刚发布啊，所以说有一些指令它还没弄出来，所以我没办法用。啊，那些指令其实很早就有啦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迟迟不发布啊。换作者也是一样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好吧，我觉得今天也只先到这里啦，非常的遗憾啊。啊，也没什么进展。本来很期待说哈尔滨二可以直接干掉，说结果嘞，哎，你还一样是没办法打啊！这个更新有问题啊！这什么东西掉下来啊？我看错吗？刚刚上面有东西掉下来啊？是这家伙拉的屎是吧？好的，好吧，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啦啊！那我们下一集呢，也希望说哈尔滨二可以打倒，不然的话真的不知道拍什么，就等更新喽啊！如果喜欢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或下方留言，我是老头。我们下一次方舟生存再见了，拜拜。